买不到鸡肉，可以到龙和街买吗？这里的口头禅呢、啊，可不可以？要我保证，我可以。哎，保证现在不缺鸡肉，鸡肉本来就供应很顺畅。明天开始去菜市场跟那个全联看看，要是没有，我找你买。好，不，你我可以供应。好。